登场的张栋梁又勾起粉丝不少回忆，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，而且会发现男主角们还各自带了小道具惊喜哦。这一刻相信又在缔造了一个经典。这个绕一圈的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旧情人还是比较好。因为西街真的是最久的了，在这个里面。哦，西街是最久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再来，其次就是，我，对，再来是我，然后再应该栋梁，就我，栋梁，栋梁，再我是。昆达是最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有兄弟，对对，还不叫一声大哥，你实在是。不过今天真的很开心哦，就是你看心里面子多大。没有，我真的很谢谢大家特地回来，然后有的还是飞来的，真的很谢谢好朋友们都这么支持我的这场演唱会，都义不容辞。其实我也一直期待今天这场演唱会，期待好久，因为好早好早之前就已经接到通知说有没有可能一起来演唱会唱《煎熬》这首歌。对，那因为我考虑很久，是因为《煎熬》这首歌对我来讲真的是煎熬，蛮煎熬，因为最近单身嘛。啊。这么快就到正题了，你戳到了我心痛的地方。没有啊，好的开始啊，好的开始，不过 OK 的，因为看到你就开心了，真的。但我跟你讲，现在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，是要大合照的意思吗？我们来自拍一张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有准备好，我以为你们要让我下去换衣服了。拍完再换，拍完啊，你也有啊，那边有一台。哎，好，先看，先。好好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大家，不好意思，借我们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上自己家哈，那个倒水的倒水哈。哎，好棒哦！来，这边，哎，这边也可以，这边来来来来来，这边可以。演唱会现场不能拍照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来一二三。除了武大男神来战。今天表现棒不棒？超棒的，超棒的！其实我也一直期待今天这场演唱会，期待好久，因为好早好早之前就已经接到通知说有没有可能一起来演唱会唱《煎熬》这首歌。对。那因为我考虑很久，是因为真因为《煎熬》这首歌对我来讲真的是蛮煎熬，因为最近单身嘛。啊？这么快就到正题了？因为 Cindy 才有机会让这五大男主角齐聚，机会难得，当然要合影留念。其实还有一个洞，在哪里？找到，一二三。而演。